大家好，我是莱云，我是一名就读于国研商学院的商科大二学生，同时我也是 UCD 现任中国学联主席。我非常享受我在 UCD 国研商学院的学习时光，因为商科专业可以提供给你很多课程上面的选择，你可以通过学习不同的课程，在职业规划上来确定自己未来最想继续发展的商业领域。从学术和休闲娱乐两方面来讲，商学院的设施非常的棒。在商学院，你可以在课间休息时点上一杯热咖啡，和同学们进行愉快的课后交流。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来讲，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适应并安顿下来是一个不小的挑战，但是请相信我，只要你愿意开放你的思维，并且勇于开口交谈，那么你将会在 UCD 结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，并和他们一起在奎恩商学院和 UCD 共度美好的大学时光。